報酬が出ているぞ。真必胜頭戴。俺たちのクロスベアの返してよ。我翻好烂。好啦，刚刚那一张真的算是蛮大的爆点。为什么杰瑟要分开行动？二柱子为什么要退团？因为克洛吗？我们在。啊，尤娜刚那句话真的会让人鸡皮疙瘩、欸，好难过、喔。刚那真的是克州人的呐喊，就他妈干我屁事！干你老师，你妈的帝国自己要那边那打架，那干我们克州屁事？操你妈！真的是操你妈！杰瑟，我操你妈！妈的，你们要打架就不要来我这边打，干我们屁事！你在这边不打谁？所以我们克洛斯贝尔决定把我们的国家位置搬到别的地方。你看，当初迪塔市长这么做不就好了？对不对？这要怪你的学长哦，尤娜，要怪你学长，因为罗伊德他把奇亚带走了，所以呢，克洛斯贝尔才被占领。所以要怪就要怪罗伊德。我靠，有没有逻辑？有没有逻辑啊？让奇亚当人偶就好啦，起码你这一生都是幸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因为罗伊德把奇亚叫回来的，所以奇亚没力量，然后奇亚没有力量保护克洛斯贝尔。有没有？呵呵呵呵，对不对？当初杰瑟就要跟罗伊德好好沟通，哎、欸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每两个礼拜可以来这边看奇亚一次，那好不好？但是呢，啊，奇亚要留在这里，好好当他的那个，好好完成他的工作。政府からの要請書か。リンさんとバリマールをこの一年動かしてきた。タチが悪いわね。完了。又要给我们报告书了，是不是？ミシュラムの封鎖はいいんですか？ああ、結構大変なんだよな。バニングスともは湿地帯に追いやって、軍系の関係者には待機任務で缶詰。マクダイル議長と孫娘にはどうでもいい要人への応対とかな。隙を見せたら突破されそうだが。跟正宫弹琴吗？好像没有这个剧情呢。跟亚里莎见面的时候只有抱抱而已，但没有太多的接触。然后亚里莎呢，也不在我们队伍，也不在我们使用名单里面。グダグダ言ってる暇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？とっととお約束、やっちまうとしようぜ。好像被关的人应该有议长艾丽，还有科长吧？我猜。依存はありません。哦，诺埃尔也是哦。把他们关起来就是要引罗伊德、风之剑圣，还有灵之玉子，也就是奇亚上钩就对了。要把碧之大树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带入。灰色の騎士、リン・シュバルツァー、帝国政府のオーダーを伝える。又来了。結社の狙いを見極め、クロスベルの地の混乱を回復せよ。找到追击杰瑟，以及让克洛斯贝尔之地的混乱恢复。その要請引き受けました。我靠，连台词都没换。当然、私たちも手伝わせてもらうわ。不是哦，你们不能这样子 ，F 社，这他妈跟第一章的套路一模一样。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都不想剧情的。姉さんの動きを確かめる必要もあります。你们不可以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監察員の許可ももらった。どうか助け立ちさせてくれ。アリサちゃん、エマちゃんに、マキアス君も。ありがとう。遠慮なく力を貸してもらう。
ミハイル少佐、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ね。哇，好像你可以拆他们东西。对，我们等下把亚历山那个回路拆下来，大家都可以复活了，耶、yeah! ！练到 Level 5可以复两次，然后 CB 还是满的。我们就玩自杀流。まあ、そこはさすがに認められない一戦だよな。哎、欸，可以给那个谁、欸？可以给阿修哎、欸，就是阿修先是用那个咆哮扣自己血，然后回 CP， 开完大之后被打死，然后 CP 回满之后再开一次，然后咆哮之后再开一次被打死复活起来，然后有没有？听起来有没有很猛？いろいろと聞けてよかったです。蓝迪又不是我们能用的。正直、役者不足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僵尸流。あなたたちの代役。俺たち7組が務めさせてもらいます。リンク、みんなも。生徒たちは任せてくれ。通信だったら、ティオスケも最大。学生就交给我们吧，因为蓝迪也知道他不能乱行动。だから頼む。俺たちの代わりに。どうか事件を解決してくれ。代替我们把事情解决完吧，罗伊德啊，不是，不，讲错了，黎恩。頼まれました。唉，但帝国真的各个方面都是击败人呐、啊，宰相击败，皇太子击败，连总督也击败，杰瑟也击败。我真的真心的希望克洛斯贝尔解放，好不好？由衷的希望克洛斯贝尔可以独立。然后学生在偷跑。まこっちはこっちで、共和国対策もあるんでな。是的，因为现在帝国不仅要面对的是杰瑟的袭击，还要应付罗伊德他们，然后接下来还要对抗共和国。せいぜい頑張ってくれよ。可我觉得共和国那边反而比较轻松一点。对啊，帝国光是派那个机甲兵就屌虐了。你看学生随便一个16岁的学生骑上机甲兵练个两个月，就可以打神机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神机要花两三年做呢。然后学生练两个月就可以打机神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机神啦，神机啦。我止めるつもりはない。前に約束しただろ。だがこのままユーナを放っておいてもいいのか？それはとても放っておけません。編集先が決まった時からずっと無理をしてたんだろう。市内に家族もいることだし、一時帰宅を進めてもいいんだが。好，这段剧情的话会变成是蓝毛去安慰尤娜。PB 都在剧透我，该死！第二分校生として、クロスベルを愛する人間として、今何をすべきなのかを。对啊，紫干骑士是猎兵网友的，而且他个人的势力还不确定是哪一方，就他的立场还没有表明，他没有明显的去帮主角，但是他似乎是跟杰瑟对立。猎兵超扯哎、欸，开场就把神机秒杀，超扯，超级扯。神机当初啊，那个歼灭天使加约书亚还有艾斯蒂尔要花三个人打赢，然后那个猎兵王一个人就搞定。啊，頼んだ。それとできれば伝言を頼みたいんだが。可是。OB 里面的那个黑色的影子应该是暗黑龙，没错，我猜的。そうね、迷い悩んで、それでも前に進んで、それが未来の自分を形作っていくんですよね。あんたたちも大概迷いまくってたもんね。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我们第七班
即将要出发，一起去寻找我们该寻找的东西。亚丽莎、艾玛，还有你，你叫什么？我忘了，但没关系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因为机神算是有至宝加持吧，但是神机没有，一般的神机没有至宝加持。但杰瑟，我觉得他们在实验的应该是把某种力量传输到了神机上面，让他有至宝等同的能力。所以当初李恩觉得很难打的话，应该是因为那样子。就我猜测啦，应该是灵芝之草的力量，然后通过七勇脉的地脉传输到了神机身上。然后神机呢，去吸收那个地脉的力量，然后变强。WiFi， What's this？ 这该不会是我们最新的？哎呦，这是全套哦，是不是？共和国秘密武器吗？不知道。我们有中国13亿人口。用口水都淹死你们帝国啦，废物！有没有？来的淹都淹死你们啦！啊，帝国！啊！哇，钱超多哎！有功夫无懦夫，哇！小朋友，你竟然有卖叶儿？干是3200是怎样？贵爆！神经病才买。では、またどうぞ。いいぞ。補給だな。また来てく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classmate。他们有什么？哇，马奎亚斯，哇，加攻击二，你要攻击二干嘛啦？啊，拆下来，你要攻击二干嘛啦？来，给我，你不用，你不要用这个，哎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比较适合你，火炎灵诶，哎，必杀，哦，你不用这个，来，我帮你换一下，这个攻击二，哎，我们来把这个给李恩。愤怒命中率加100，哇，这好像特别牛、啊。命中率加 100%， 这样子几乎是不会 miss 的。回避率加 10， 好厉害。好的，艾玛应该不用动了。他之后的所有的道具会拆到。变我们身上吧，应该是，还是不用动了。好，先这样。来，看你们有什么道具啊？干都没道具。哦呦，力量加25 ，CP 是 CP 上升率提升很多哎、欸。那我们让马奇亚斯加避中率好了。攻击无效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愤怒有用吗？加命中率啊，还要加回避。哦，有没有副作用哦？应该是没有吧。我记得我还有龙脉啊。
刷赛，这是艾玛吗？下面是亚里莎吗？等一下，我们上面的应该是艾，上面是艾玛嘛，下面是亚里莎，是不是？马基亚斯哦，下面的，下面是马基亚斯，吃屎。那只能选上面的。那只能选艾玛啦，为什么不能选老婆？哎，他妈我干你娘嘞！他妈很叉叉了！不知道，我按取消，我按叉叉就变下面，不要取消了。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，好吗？你们走快一点啊！这里是监察院，那是马西亚斯待的工作的地方。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得到那个劫色相关的情报。哦，这边是特务支援科之前的办公室，哎，哦。变得好不一样啊，真的欸 SSS 干，连内装都一模一样，哇，内装一模一样，他说有点像是那个第三学生寮他们以前的学生宿舍。有没有波波碰啊？好想碰一下。赛特在顶楼。嗯，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的方针是什么呢 ？VIP 来访的列车报班路。然后还有关键的字是实验一词，他们是要实验什么东西呢？实验。目前出现的两台神机，蓝色的神机呢，在之前的克洛斯贝尔异变的时候出现过。红色那台的话是那个谁，凯文神父击倒的。凯文神父当初用那个飞艇，然后并且用特殊的力量，使用了圣痕炮击倒了那个红色的机体。现在的话，那是他的后继机。还有提到是灵之玉子潜伏在这克洛斯贝尔的女孩子，她提有提到说，那个女孩子的力量的话已经消失了，没有灵之自保的能力。还有那台紫色机体出现，ま、司法の力がねえから中途半端にしか動かせねえけどね。只要没有自保力量的话，中途就没办法动了。所以现阶段杰瑟找到了新的自保来启动神机喽。もう少ししたら、いろいろと楽しませてやれると思うぜ。如果再多等一下的话，也许会
会更有趣。所以代表现阶段神机还不是完全体。所以所谓的实验是在调整自保的状态嘛，是有可能。哦，就没有办法当永动机哦。你这个解释蛮合理的，充电速度比不过耗电速度。你这个解释蛮合理的，就因为他们是自律型的神机嘛。那万一出任务的时候他们没电了，我们还要负责去回收，就变得很麻烦。然后这边要提到的是灵力大量供给到底会在什么样的场所呢？嗯，所以我们的目的可能要找的是克洛斯贝尔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是很适合担任提供大量灵力的一个点，所以我在猜测是那个警备队附近那个森林，因为当初在那边看到了大量的红色那个蓝色灵芝，所以力量可能是由那个草而来的。那可能我们去的时候变成是全部都红色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遇到大量的幻兽，受不了。有三个地方哦，该不会是星舰之塔吧？会不会是星舰之塔？有不可能。然后遇到七姐，嗨，七姐，我来攻略你了。对啊，星舰之塔有可能。零四的征服能力啊，想要提优的勇士系统没有错。哼，我已经想到了提优主任了，没有错，他可以当我们的工具人。李恩，你真是聪明，我们一起找提优吧，耶、yeah！湿地、月升院还有太阳堡垒三个地方哦，真的好熟悉的名字，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上周来破完壁鬼的。なるほど、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。それなら確かにジオフロントが探知に利用で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。灵鬼没完啦，但灵鬼发生的事情我大概都知道，什么黑之拍卖啦，然后还有兰迪的身份啦，奇亚从哪边来的？还有那个教团事件，当初罗伊德他们其实已经在灵鬼的结尾死掉了，后来是因为奇亚的力量扭转了整个因果。原本约书亚跟主角他们没有这么好，但是因为一次的事件呢，所以约书亚后来有去帮那个李恩跟那个罗伊德他们，讲错了。所以后来歼灭天使来救场，就是因为约书亚的关系，所以有那个神机的帮忙才化解危机的。反鬼一的列车炮是不是发出去已经被奇亚逆转回来了？哦哦，有可能哦。你这个解释不错哎，你这解释不错哎。所以当初反鬼一是第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后来正史的事情的话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遇到的那个事件。我没有听过这几次，因为我当初没玩壁鬼。你觉得我会解这任务吗？
有空再解好吗？行动开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人。嗯，怎么过不去？那边我记得也是特务志愿科吧？先去法务部。例如那个壁纸大叔出现的原因是什么？都不知道，我刚刚不小心跳过了。所以我们要先去东边的街道找魔物吧，好不好？起码我们也打一个支线波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但它出现在哪边呢？我看一下。第二张任务，东边的魔物街道。但是他没有说一二三，我觉得是一。这边好眼熟。小屋哦，看到了。红色的东西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请用羊奶照顾我。刚刚是看到内裤了。哦，先存偷存了。对啊，伊安律师是避鬼的计划者。他默默的在引导迪塔市长，一定就是你啦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 ，ATS 大幅提升，力量增加，这个还不错。我们先让靠一下好了，不急不急。啊，做事操菜，浪费了。速攻だ！シグマオペレーション。シグマオペレーション。僕の番だな。マシヤス加速。時の結界よ。砕け散れ。你的我看腻了，看马西亚斯。哎、欸，他学提优的招呢，这提优的招哦，
只会抄袭。辅助罩好多。哦，体优都没反弹哦，那还更猛是不是？你牛逼啊啊！你牛啊！然后压一下他另外几招嘞，魔法剑矢回 CP。还蛮痛的哦，哈哈哈！被射击击。問題ない。先に進もう。哦，不知道是谁的头发，来看一下。亚里莎的，这是艾玛头哎、欸！哎呦，抱歉，艾玛的头哎、欸。不要戴帽子好不好，艾玛？别戴帽子。哦，我们任务解完了吗？东边魔物解完了，然后还有地下室 F 区也有魔物，哇！你们有完没完啊 ？F 区 F 区，地下街 F 区。F 区最深处，好，剩最后一只，没办法，没卖隐形眼镜的，不然我也不想让他戴。我猜是最深处啦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秀西郎，好像很秋。哇，力量防御提升，哇塞！嗯，咏唱时间零，这个是不是还可以？先不要放好了，等一下吧。漏电！哇，马西亚斯厉害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咏唱时间取消。这招我们家可以给同学哦，可以给同学用。好烂哦，亚里莎！咏唱解除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全体战斗回复不能解除，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让我们 CP 满一满，补自己，自私。哦，那是赤天使之环，等一下一定拆，一定拆下来，你死定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被封禁了？哦，我被漏电了。
虾米，我们玩了八小时，太扯了吧？怎么晚上六点了、啊？今天应该可以把第二章玩完啦、啊。感觉之后剧情就是第七班救成员，然后解决事件之后，机神战爆点结束，回学校。哇操嘞，补九千，烧鱼蛋，哇！这只有点难处理呢，好硬哦。这秀吉卡库拉，很快法术全丢。我觉得法术超强啊！啊，一直回血是三小啊。今天有睡吗？我睡很久哎、欸，我两点还三点睡的。然后要去地下室了，刚好我们走之前还把支线解完了，真是乖宝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 B 剧院是不是闭鬼的、啊？还是我的错觉？所以我们要从两侧把端末机器给打开，然后提优去一个地方，我们去一个地方。现在大老婆说：“没事，不要乱开神器合一，你要多依靠我们，好吗？”如果万一他真的开神器合一的话，还有艾玛他们在啊。休息，但那个休息没有补 CP， 都不给的耶。要帮你们开动吗？算了啦，开玩笑的。我看能不能交换一点东西。哇，好缺，好缺哦！我们缺黑色的石头。还没有办法拿到高级魔法，
破台心得，干你黎明。直冲最终大结局，讲那么多。碰。莫拉塔。看一下新招。剑雨好老的招。最早就可以用了。阿玛西亚斯哇 S 干好痛哦，打三千。直线系的。アークス駆動。吸尘器，这超好笑啊！获得了涂装，看一下是谁的呢？不是亚历莎，是马西亚斯哦，艾玛中法，这样有没有很像塞西尔姐姐啊？很像只要把眼镜脱掉就好了。行くぞ。李恩，你的新招呢？
这个难道是国土炼成阵吗？八都市的税制统一的话，中央会集中，贵族的统治会解体。快跑！哎，进去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見えないかしら。怎么没有特殊事件呢？例如什么？李恩，你撞到我屁股了。怎么没有更长的？哦，这个可以，看不到，算了。冻住，不许走。八级抚慰，哇，这一定给黎恩了。这还用说啊？插好，根本没什么插哎。干嘛？来看一下这招。刚，私の番ですね。や、続けてくるわ。行くぞ。はっ、崩れた。もらった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任せてくれ。またしてくれよ。くらえ。しゃあ。さあ、一気に肩をつけるぞ。了解しました。これが僕たちの実力だ。哦，天使。战斗不能的时候回75P回复一次，不到四人的时候会这样弄几次哎。哇，大家的回路都升级了。また。但我觉得这个回旋梯可以往上升喽，不然我们要再回来按。行きます。俺の番だな。私の番ね。补 CP 会变很麻烦哦，会。我先看前期的料理都没有补 CP 的，然后或者是要等那种很强烈的队员让他们去补。像刚刚那个雪伦有一招战术体系的话，就是补 CP， 补50吧，体优补30，哎，补80，吓死人，体优超猛，体优跟人外挂。这里应该是回去的路吧。
我打箱子会回黎恩的 CP 耶、欸，好扯哦。まだ続きがあるみたいですね。構造が複雑になってきたな。脱出路だったらしいし、迷わないで注意しないと。マナもちょっとよどんでるわね。あんたたち気をつけなさい。哎呦！我不是要打怪，我要打物品了。好像只会补主角的、欸、还是会依序补啊。只会辅主角，偏心分 game， 只补主角。家房的有吗？没有吗？来看一下，哎，没，哎呀，现在买这款只能去日本 PSN， 可是很贵，我觉得买起来不划算。地下街现在很难找哦，应该已经卖完了，你要有定才会有啊。中文明年六月吧。我想问一下哦，东京幻都日文版的记录可以继承到中文版吗？因为这很重要，这关系到闪鬼三的记录能不能继承。我记得闪鬼一是不行嘛。干，东京幻都是粪便是不是？还要重玩，哦，我知道精灵窟，我想起来了。还包括最后自由日的梦幻回廊也是那个白色幻影。不是啊，继承完一定会比较爽啊，会有很多杂币数。大家懂了吗？不懂，解释要干嘛？完全不知道。
现在杰瑟在进行实验啊，然后他们现在把那个壁鬼的三神机都复活了，现在出现到第二台，第三台会在第三还是第四章出现，序章有看到过，在海上要塞的顶楼。你的上面有宝哎、欸，李恩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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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跳起来断腿，好，看起来到终点了，我们去偷拿个道具吧。金岩鳞，不好意思，那我要这样怎么过去？哦，可以从下面穿过去，再拿宝箱。RPG 卖这么快卖一手的应该不多吧？除非这个游戏真的很粪。当你看到这游戏一堆人在脱手的时候，就代表这游戏没救了。不然就是他游玩时间非常非常短，才有可能吧。哦，主机哦。嗯。どうやら区切りだしな。啊，还有三面墙，有够麻烦。一二三，有三个区域。这是黑科技哦，科技和幻术的最高杰作。有没有看过那个魔法禁术目录？现在差不多是这种状况了。科学与魔法的交汇之处就是这里，我们的学员都市
听说要出第三季了，好感动，隔了六年呢。又是魔皇兵，能不能换个套路啊？又是魔皇兵，你只有这个套路是不是？神器合一可以用了，哇，太好了！新奇狗一只，力量都有大提升。本身都有提升了齁，那我们就不用特意去放什么。七只太刀，灭月。他连那个招式名称都变了，变得好中二。闪二有这招吗？没有啊，闪二是小只太刀，中只太刀小。不要太小看我哦！哇，痛死了，你砍一下两千哎！我们让他延迟吧。高阳，哇操！超帅！哦，没有外挂了，还没有副作用哎，还不错啊。我的外挂准备续费。哎呦，你会放招，我会断。哎，这断不了啊，哎，可以断。吓死我了！時の結界よ、砕け散れ！や！マイ！セ！今だ！もらった！迷宮シス、我が太刀は聖。見えた！自由直接断。
私の番ね。やっ、捅你屁屁！啊，有羔羊！我操，这回五千血，我刚刚努力都白费了。这招是单回 CP， 然后我们防御提升。私の番ね。行くわ。行くぞ。はっ。やっ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受け取ってみんな。俺の番だな。見たか、八王が一刀。やったわ。やったぞ。